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伟强 Desmond Liu， 我将与大家见面，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故事，里面呢有我的感动，也有你的感动。一路走来，我的生活很精彩，我喜欢画画、教课、培训，当然还有演戏，还有广告。在我的一生里面呢，有很多的彩色，也见证了我一路走来的成功与失败、挫折、气馁，还有振作起来的精神。人生道路上一路走来，我过得十分的精彩，里面有泪水，有欢笑，当然也有成功，也有失败和无限的挫折。我如何从零到无限，这些故事呢，我希望能够与大家分享，一起努力，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我们相约零到无限，在 Putrajaya DICC 11月22号和23号，我们不见不散。